主料，花生25克，黑米30克，薏米20克，辅料，水1100毫升，糖，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准备好花生米，准备好黑米和薏米，分别加不泡起来，泡好的食材清洗干净，加入豆浆机里，加水至中间水位线，盖好机盖，通电，选择米糊功能。25分钟后，米糊做好了，加适量糖，搅化，盛碗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所有食材都要提前泡好，可以头天晚上泡好。二、加点黑芝麻会更香，糖适量添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